我吃，伙伴们，我吃的是迷你世界中的星星礼盒，对吧？伙伴们，我们吃一个星星礼盒，他会给我们五个星星，而我们在游戏中复活，伙伴们，我们只需要一个星星。你们看，上面写了，我们用一个星星就可以复活了。有人说迷你世界中只有用星星礼盒才可以复活，伙伴们错，你们知道不用星星也可以复活的方法吗？伙伴们，这是迷你世界中的老白们，对吧？你们看，老白们有一群可爱的小猪。当我们在老白们伙伴们遇到危险，当我们狗带之后，你们看，老官方还是让我们用星星复活，对吧？你们看，他需要五个星星，老官方太黑了，在老白们。那么怎么样才不用星星可以复活呢？伙伴们，如果你想知道，那么请点一个赞，生存特别有用，就是当我们在游戏中狗带，伙伴们你们看，如果我们一个星星也没有，是个大零蛋，那么伙伴们，如果我们狗带之后，我们点一下星星，老官方会提示我们用五个迷你币来复活，你们知道了吧？用迷你币也可以复活。伙伴们，在新版本中，如果我们一个星星也没有，我们可以选择用，你们看，也可以用迷你币来复活，并且一个迷你币你就可以复活了。你们看，我复活了，对吧？伙伴们，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迷你世界中用迷你币也可以复活，你们知道了吧？